我们感谢我们乐饭团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舞蹈表演。各位与会长官、贵宾，我们新住民姐妹、市民朋友及现场的每位朋友，大家好。xin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感谢大家拜托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参加高雄市新住民文创艺能协会第一届第三次会员大会欢庆母亲节，新住民回娘家健康礼送暨2017文媒传染病决战境外防疫前线防堵计划宣示活动。为了欢庆母亲节活动，今天也有请姐妹提供了免费的牛角体验。高级的洗衣机、保鲜盒可以领取，欢迎姐妹及与会的来宾把握机会，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在活动结束前，可以前往参观或体验。高雄市去年度在全体市民共同努力一项，去年的反式登革热疫情创历年来的新低，展现防疫最佳战绩。今年高雄市推出了阻绝境外一系列的加强防范措施，包括了外籍渔工、劳工体检的快筛，以及新住民出入境的健康关怀，还有新住民入籍关怀卫教，以及出境旅客居家环境自主的管理四大策略，希望透过多单位的跨域合作，可以提升防疫的成效。那为了帮姐妹们争取更多的福利，今天这一场活动，我们协会是在高雄市卫生局指导下，结合了高雄市林雅区公所及高雄市林雅区卫生所来举办这一场活动。那既然今天是欢庆母亲节活动，新住民回娘家，那我们要首先我们就邀请我们娘家的理事长陈林凤陈理事长上来跟我们支持。我们欢迎理事长。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姐妹们、各位家长们，大家早安。早安。有听到了哈？好，真的是就是谢谢各位长官，就是百忙当中就是抽空来啊、跟我们一起来就是庆祝一个母亲节，也是我们的一个高雄市新住民文创艺能协会的一个第一届第三次的一个会员大会。那我们这次是主要是结合跟就是指导单位是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啊哈，还有就是我们的林雅区公所的还有区长林雅的。区公所的区长就是一起来主办这样的活动，一个小小的一个温馨的活动。那我们今天就是好康多多哦，今天我们的来，我们全场一起来念这个我们的名称好不好？好、这样就比较温馨一点。来，106年开始哈，欢庆开始哦，1、2、3，欢庆母亲节，新住民回娘家，健康礼送。真的是健康旅送哦，因为我们都是跟卫生局、卫生所，还有就是区公所等等的，就是主要就是健康的哈。那我们的协会已经也是迈入已经第三年了，那我们服务这一块已经将近快10年了。那我们的协会主要就是说，就是推广我们的文创的一个语言，还有舞蹈，还有我们的文化，就是推广给台湾人认识。我们是在传统再结合那个创新的。那个来一起来为我们新住民姐妹来服务，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协会的就是来就是在推广这块啊。那我先来介绍长官好了哈，等一下来讲好了。好，那我们首先的话，我们就是有贵宾有莅临我们的现场，也是我们的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局长黄志忠局长。来自我们还有我们的高雄市林雅区公所所长陈进德所长，区长区长不好意思，好，高雄市林雅区卫生所的所长翁秀琴所长，对我们新住民也是非常关心的一位哈，还有，我们的社会局来了吗？还没看到哈，好，那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林雅新的那个服务处嘛哈，大家好。好，那还有我们的我们的林雅区的一个卫护里，就是我们的邻居哈，好邻居的邱秀迷里长，大家好。那我们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卫生所的同仁，就是副局长哈，长黄志忠局长为我们致辞致谢，也为我们的姐妹来做个勉励，谢谢。
好，谢谢陈理事长哈，那我也谢谢在场很多的姐妹了哈，那还有我们亚雄陈局长哈，那我们邱理长哈，那还有我们李雅晶议员的办公室代表哈，那还有我的两位学长哈，李医师跟陈医师哦，那还有好多位哦，我们的现在队的队长哦，今天也来了，好，那谢谢大家哈，今天其实。跟各位姐妹，就是我想利用大家的会员大会也办了这样的活动，哦、因为很多的健康需要我们平时大家一起来努力，哦、那总是在忙碌当中可能有时候会忘记了，所以今天的活动一些健康，我想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哦、那让大家能够参与，那也帮忙大家对彼此的健康照顾、家人健康照顾有更多的关心，哦、那尤其是今年我们卫生局特别对于一些邓哥的房子，我们有一些新的重要的一个改变，好、哦，那改变其中一部分是要协助我们的协助我们的姐妹，好、哦，因为我的了解，我们如果回娘家哈、哦，通常都是住两个礼拜到一个月，有时候住蛮久的哈、哦，啊，因为在整个东南亚，其实最近这几年，其实邓哥这其实疫情还蛮多的哈、哦，那所以难免有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万一啦哈、哦，在回娘家的时候被感染邓哥热。啊，回来第一个步骤就是说，以后万一再被感染这个叫他感染，其实对生命是有威胁。第二件事情是说，啊，有时候刚好又把这个邓哥又带进来，又让自己的家人又感染到，这个我想也不喜欢这样哈、哦。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有每十个人有八个人感染邓哥是没有症状的，哦，所以我们今年推出说，如果我们要回娘家，哦，包括自己的家人，不是只有我们亲属姐妹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孩子啊，甚至连先生都同行，哦，那一起回去的时候，到我们的卫生所，像在尼亚区，我们就到我们的翁所长这边，好、哦，那他们那边我们就一个防疫包送给大家，好、哦，那另外是若回来台湾之后五天内到我们卫生所，不管你有没有症状，有没有发烧，有没有，就刚刚讲的，有八成。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是没有症状，好、哦，按、啊、你来抽血的话，因为感谢你回来，好、哦，因为抽血要痛一下嘛，我们也有一些奖金哈、哦，一些补助哈、哦，那给我们新住民姐妹，也包括我们的同行的家人哈、哦，我们希望是做到说能够维护健康，然后让大家能够免除一些来自于这些传染病，或是我们今天有做一些筛检哈，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威胁，那我们季节到了后。我想，好多在场都是妈妈哈，啊，应该特别疼一下母亲节快乐哈、哦，辛苦的妈妈了哈、哦。而且不要只有五月份母亲节到来讲母亲节快乐，因为每天都要妈妈都很辛苦哈、哦，不要只有那天比较辛苦而已哈、哦。啊，那我想也再祝各位在场各位哈、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当然，我们谢谢黄局长的提面。那我们补充再介绍几位现场今年的贵宾。首先是高雄，那下一位是高雄市政府疾病管制处潘少颖潘处长，我们欢迎潘处长。下一位是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疾病管制处何慧斌何记正，我们欢迎记正。那下一位是高雄市苓雅区清洁队吕队长，我们欢迎队长。接下来我们欢迎林温树诊所林医师，我们欢迎医师。那最后一位是我们建维诊所的孙金梅苏护理长，我们欢迎护理长。好的，谢谢各位贵宾的与会哈。那接下来，好，我们黄局长哈，那我们陈理事长，还有我们的邱理长，还有我们李亚静的周助理哈。那个我们机管处潘处长，我们和张检记正哈，张检任记正哈，那个张检记正稍微有差个字，还有我们的何记正哈，还有不够准哈，还有我们的张厚礼队长，这边我们的高雄市政府的一个防疫团队哈，那尤其是我们苓雅区这边哈，我跟他告别了哈，我再恭喜我们苓雅区的那个整个的防疫团队哈，那我们那个立委来了哈，啊，所以说今天很高兴哈。很高兴大家我们这些新住民姐妹齐聚一堂了、啊、哈。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邓哥的房子哈，一个重，刚刚我们局长讲很多，就是说他们决战境外，我要跟大家报告哈，就是说在我们苓雅区
在历年来哈，阿吉公也是我们高雄市哈，登革热跟我们的姐妹一样，我们东亚国家这些登革热是我们的宿命哈。每次听到登革热都感觉心情不好，所以说在我们去年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政策，提供安主角境外。那在我们整个林雅区的整个登革热的疫情哦，我在讲是整个的是成果辉煌哈。我在讲入夏以来我们没有登革热个案发生了。所以说这也是有打破我们林鸟区的一个历年来的一个记录哈。那所以说我们今年我们卫生局就提了更把这个决赛境外把它更扩大哈。所以说要希望我们新住民我们这些好朋友哈，刚有那个局长讲，我们回到我们的娘家哈。我们回去的时候，当然很多那个地方那个娘家有一些比较病毒了哈。那希望我们的回来我们台湾这边的时候，希望你主动，安主动，把我们的卫生所跟我们的那些医院的，我们的合作的医院的那个整个的医生那边做一个检视哈。我相信这样的话哈，我们病毒一定不会回到我们这边，我们的高雄，我们的居住地了哈。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感谢我们陈理事长能够把我们这些新住民朋友把他找来哈，那么有一个机会啊，做一个面对面的跟大家来一个沟通，来一个报告。我们今天也借我们在母亲节前夕，我们真理上很用心哦，举办这个一个母亲节一个回娘家一个健康幸福健康的一个活动。那最主要我们这边还在拜托哈，我们的这些新住民朋友能够我们回把这个登革热这个观念哈，就是我们先检查，如果本身有病毒，然后我们做一个早治疗，当然我们就不会把病毒会找身体会找一点健康，也不会把病毒传出去哈。好，这边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那我们就很感谢我们今天很多的新住民朋友来莅临，那也感谢我们邱局长这边也准备了一个健康的一个健检哈。那这边再次的感谢，谢谢。陈理事长啊，我们的黄局长陈局长我们的雅静主任哈，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好伙伴，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那个局长客气一下，台湾有五族共和，哪五族啊？原住民算一族啊，就是本省、外省、新住民、原住民、客家，所以这个五族共和啊。所以北门拢在台湾这块土地啊，就大家要互相扶持。这就是我们自己住的地方，那我一直讲说，其实台湾哈，做得纷纷攘攘，现在都要慢慢跟它降温了，包括军公教的年金改革，我都跟伊讲，其实你上区长伊那公公讲，你甲伊减薪水，其实伊心内拢会疼，自己拢歹势讲，坦白讲，年金改革是一定要，但是我们要跟公务员说个抱歉，这样子社会才会更和谐，才会公平，连我世俊兄也是啊。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这个时代应该要用这种态度啊，卖公吼阿好兄妹来来去激化对立，其实都不好啊，阿哥咱来立定了啊，所以哈，我同大家那个林凤讲，那这个是立定，那个立定，但对我的外宾对面那总而言之说，我们希望说用更宽容更乐观更积极的心大家一起来相处蛮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新住民的伙伴，其实现在新住民小朋友最厉害的咧他其实新住民小朋友比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多学语言，从小就多学语言就会多刺激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所以希望说我们要把我们新住民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你看在台湾一般的闽南人都在学国语台语那客家人还可以学客家，那我们原住民还可以学，我们新住民还可以学新一个语言。那将来我们台湾新南向政策很重要了，我们这里其实新住民很多都是新南向的哈。那将来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专长发挥到更大这是我们的目标哈。再来卫生局办的活动，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支持，记得回来要去筛检哈。祝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家路有风，事业成功，万事皆通。我是高雄小金工啊。那么就来大会，我们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委员哈。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那个李雅静议员服务？
国是国语的，在台北跟台北人来高雄，第一件事就是问路上国语问。我爸上次我讲说，我问他说，请问高雄学怎么走？就是走，你讲的外省话听无，你讲台语啦。从此以后我开始讲出去，啊，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新住民都讲国语。很多人会讲台语吗？台语，台语通，台语会讲的。学台文，台语通不通？通。第一个先给各位鞠躬，抱歉。第二各位，第二个来到鞠躬的，就是我非常尊重新住民，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位立法委员叫做沈富雄，他讲说新住民。就是我们未来的学习嘛，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看新住民的小孩子越来越多，表现非常优秀，谁造成的？谁来养的？当然了，我新住民，所以我非常感谢。啊，其实我们并没有那新住民，对啊，这是我们开会讲的，开会从到处都有的，啊，所以说我这里就是真的非常深深感谢。那所以因为新住民，第二代、第三代。所以各位新住民妈妈们，真的就是我们将来的学习嘛。是因为这样子，大家回娘家的时候，不断的回娘家，很多是越南，或者是泰国，或者是甚至有从大陆来都没有关系。回去以前来我们诊所，叫我们的新住民，那叫住宾。就这个熊健康助逼一些，其实刚才跟底下几位好朋友讲说，我们那个所谓的助逼一些哈，其实就是土地公。土地公你知道吗？越南、泰国或者你有知道土地公庙吗？台湾到处都有土地公庙，你到一个乡村的地方，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庙一样，那个土地公庙。每逢到那边经过的时候，大家稍微拜一下，烧不烧都无所谓，请求平安，请求大家健康，赚钱。我们是小的土地公庙而已，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政策其实是我们高雄市卫生局长、对黄局长特别提出来，那底下团队非常强，用怎么样？用这一套，怎么来一套呢？就是回娘家以前跟我们卫生局合作。通知报道一下，从娘家回来以后再报道一次。假如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所谓的熊健康助逼女性就提供个检查，免费的那个热检查。所以希望各位回去到回来之后有什么问题，马上到我们助逼的一些诊所，来这边先帮忙做检查。好，我的报告就到这里。那当然，在刚讲过，母亲节快到了，各位。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母亲，在这里讲出最好，在这个进去再进入仪式，谢谢。谢谢林师。那刚刚移民署高雄市第一站服务站，那个陈银枝师茶也到了我们的现场，请陈师茶跟大家挥挥手。我欢迎师茶。那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进行计划的说明。高雄市辖内拥有国际通港、商港，是闽国人以及新住民朋友返乡探亲、出国旅游及商务往来非常频繁。为了降低境外病毒的入侵本市的风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规划2017轮媒传染病决战境外防疫前线防堵计划。新住民返乡探亲出国前，可以到卫生所咨询并领取防疫包。好，出国前可以到卫生所领取防疫包，返国后五天内可以到卫生所去抽血。好，只要抽血就可以获得250元的礼券。来，那等一下哈，听到250元的话，听到奖金的话，那当然就是要抢答。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有奖征答，所以大家要注意听哦。听不懂的话，听得太小声的举手一下。我们就请小姨的大声一点，妈妈就是大声一点。没问题，没问题。现在开始抽奖哦。OK OK。妈妈都要注意。奖金非常的高哦。好，那。
那我再重讲哦。好，那个新住民，你们在出国前要先到哪边拿防疫包？卫生所。对，要在卫生所。那回国几天内要不回来抽血？五天内。如果去抽血可以拿多少钱？250。那如果假设你抽血确诊登革热了，有多少钱？2500。哇，太棒了，鼓掌一下。除了这个以外，卫生局还有推动第二个活动，第二个活动叫做周周抽，抽什么？抽500元礼券，有抽3名，然后每月送一台什么？平板。轿车吗？不是，是平板电脑。这样知道哈？有一个周周抽3名500元的礼券，好，然后每月底会再抽一台平板电脑。这个活动啊，中奖几率非常高，因为它只有限定一个机场，哪一个机场？台北机场吗？现在哪一个机场？小港。对，因为现在小港机场，所以中奖几率特别的高，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计划已经说明完毕了，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宣誓的活动。好的，因为怕等一下大家有讲真答又忘记了，所以我们再加强一下吧。所以看这些可爱的小朋友，来，大家先看一下餐具，然后还会给你防蚊液跟保险套，好，这个是防疫包，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珍贵的防疫手册，里面有很丰富的内容可以去让你去探阅。好，然后这一个，来，我们可爱的妹妹，再过来阿姨这边啊。好，这边我跟你讲哦，我们出国前5天先到卫生所领防疫包，出国前先去卫生所领防疫包。我们回到台湾之后呢，好，回到高雄这边了，5天内要5天的哦，超过7天就没有喽，哈，5天内回国赶快来卫生所抽血，好，我们抽血就有250元，好，啊，如果说假设真的确诊的，会有给你2500块的一个奖金呐，啊，哈，好，那刚才提到第二个大活动就是周周抽礼券，好，每月月底送平板，好，那怎么抽呢？怎么抽？好，它会有一个抽奖券，抽奖券要去哪里拿？好，去卫生局的网站可以下载。另外，在旅行社，好，我们临海区旅行社还有卫生所三个地方，好，卫生所、旅行社还有网站可以自己下载一个抽奖券。抽奖券啊，就是像那个美凤后面这个板子，抽奖券就是长这样子的。好，那市民要出国之前，好，我们就先把抽奖券填妥。要出国之前哈，就要出境的时候，把抽奖券投入那个小港机场的那个摸彩箱，好，他们就会每周抽出3名幸运儿，好，送500元的礼券。月底的时候会再抽出1名送那个平板电脑。好，这样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记住咯，这个等一下很精彩，等一下好，那个有奖征答礼物非常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进入我们今天活动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了哈，我们要进行我们的宣誓仪式。好，首先我们防疫前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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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宣誓。好，那我们先请我们越南的姐妹帮我们做宣誓。Quyết chiến ngoại cảnh con đường phòng chống đầu con đường phòng dịch đầu tiên go go go. Anh em thấy không? Cuối cùng đây là phải go go go. Hả, để cho tất cả toàn trường go go go. Được rồi, chúng ta tiếp theo chúng ta mời chị em Indo của chúng ta giúp chúng ta dùng tiếng Indo để làm chiến trận trên ngoại phòng y tuyến đầu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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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để tuyên thệ. Go go go. 好的，我们谢谢我们越南真的是完全融入，完全忘记了。的姐妹帮我们做宣誓，那我们先合照一下好了。谁会随时表演的？越南随时。好，那今天是我们4个国家的代表，有拿这个牌子，还有其他牌子也直接拿的。啊，讲起来是一过来姐妹，看下来一下。那我们先
往前面看哈。啊，后面可以了哈，可以哈。Thank you.
个牛角拨筋的。牛角拨筋。牛角拨筋。牛角拨筋哦。我们就是中华民国的能量滋养养脏疗血协会的来推广，就是保养的。对吗？就是保健的。它舒服吗？不会舒服，很痛很痛哦。不会痛，不会痛，它的力道刚好。刚好。对。等一下，就是姐妹可以体验。姐妹才可以，男生不行。也可以，也可以。我们是姐妹，都会有，有。可以的。每一个人都有健体的样子的，对，男的可以体验的。这个姐妹就可以啊。对，这个是我们的团队一起。姐妹就可以啊，我们男生不行啊。姐妹才可以体验的，对，你们都可以，就是你们需要做，大家都需要健康，大家都可以看退休了。哦，是啊。进来的小龙，那个牛角是我的嘛？对对，杨杨，那你有没有另外？有，我有。我们可以体验那个牛角拨筋呐。姐妹有健体相应的话，这里可以体验呐。可以梅雨季像最近梅雨季来了，它水已经上升了，它就碰到水了，它就孵化了，对，就会孵化，就是尽量就可以用刷洗的，用菜瓜布啊什么，就把它刷洗一下，会比较安全。它如果是不用的话，家里不用的话，就把它倒扣，不要放在外面有淋到雨啊，淋到雨的话，就是遇到水又会再长出来，所以一定要刷洗完。如果它不放室内，放室内，然后。隔一桶水哈，跟各位说明一下哈。我们一般的这个水沟里面都有孑孓，就是蚊子的幼虫的话，那我们不敢说马上就投药。那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看，我们家里不是都有洗衣粉吗？那用乌林的洗衣粉，为什么乌林洗衣粉才不会污染那个水的环境？就一般我们的洗衣粉，然后你就泡。一个碗就是一个这么多啊、哦，这么多，然后就泡放在里面。那这个洗衣粉它会产生热量，然后又形成薄膜，就倒下去，好、哦，然后用水打一打、哦。我们家里就有洗衣粉了嘛，用水打一打，它会起泡沫，然后会有热，好、哦，它会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发热的反应。那我们把它都倒了，泡泡它都出来了，哦，泡泡出来以后。那我们家里门前的水沟，对不起，借错的。这个水沟，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倒呢？第一个，它比较不容易阻塞；第二个，它这个地方大多静止水，绝绝大部分掉在地方。那我们就对不起，借过一下。那我们就现在给它倒下去，这样倒下去，它就会在上面形成一个那个沫，然后就是会容量就不会那个进去。
然后就会达到抑制这个决绝产生，就是既既又实惠，又可以保护我们自己，避免有蚊子产生。因为夏天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家里我们洗衣粉都随手可得，那希望大家都多配合，谢谢各位。那如果不清楚，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看板哈，这个看板。那洗衣服的水排出去，水沟有没有效？再暂时就可以了，因为它我们到这个地方就会形成那个作用，所以我们有看到那个就一段时间，好，那跨点就得。哎，我不晓得。那、我们每天在洗衣服的水就冲下去就好了。啊，这样不行哦。可以的，就是我刚刚讲过要无磷洗衣粉就 OK 了。要用无磷洗衣粉就对了。对，这是一个最经济又实惠的方法，就达到这个效果。就说那个。洗衣粉，洗衣粉要用无磷的才可以啊。无磷，一般台湾的都是无磷的啦。啊，都无磷。因为如果有磷的话，你排到水里会产生有氧化，就是会产生很多脂。那一定是要用洗衣粉吗？如果用那个洗衣精可以吗？洗衣精不行了，它最主要发生热量跟泡沫，它那个洗衣精就不会那么多泡沫了。所以你们看，要形成一个泡沫，有没有看到哈？就是用这个泡沫借助这个，不用洗衣精。没有这个效果。它、这个是要马上打完马上泡吗？还是放很久才可以放？你就让它稍微形成泡沫一下，再倒下去，不要马上倒，就形成那个泡沫，像这样子。对对，像这样子，像有泡沫、哦，你不要马上倒进去，因为它还没溶解嘛，就是要让它泡沫还发热，再倒下去。那我刚刚讲过，这个地方是水流比较慢的地方，那所以说一般的也有发生决绝都在这个地方。好，你可以参考一下。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嗯，好不。交给摘一把，摘药呗，给几张票。啊，这个，你们买多呀？这个。买多少嘞？快多，来正摘呀。来正摘呀，快多到外销。多正摘，一多个来推。来了哈。你睇到那个那个，那么不就？好，来，先来了哈，全部来，全部来。